诈骗人。网络这种东西，谁骗谁都不知道啊。阿信，每次搭捷运穿过忠孝东路的地底下，总会想起你们的那首《纯真》。常常的路上，我想我们是朋友。如果有期待，我想最好是不说。阿信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你能和我见个面吗？希望你能信守你的诺言，带我去三育。哎，你咋听我讲的？快点啊！干嘛？为什么要骗我？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从此我们就不会再见面。三。